本大队配合高雄市地方检察署，哦，加强防堵防疫破国，所以110年6月10号收集相关事实案后，报请我们高雄地方检防署指挥侦办，哦，于110年6月10号晚上19时40分，在高雄市凤山区，哦，某家机车旅馆跟收之后，发现马姓车夫载同两名女子至汽车旅馆性交易，经本大队、侦六队埋伏搜证之后，弃获了马夫一名、小姐两名，共同取出相关的犯罪事证，有关那个保险套、润滑液，哦，所以我们侦讯之后都坦诚，因为疫情期间没有工作，所以没有办法收入，没有收入，所以转而从事这个色情行业。